好啦，地震王都入埋啦。一起步嘅时候咧，淘金锦标啊，起步最快嘅咧就中东冬季之肉都系起步快啲噶。咁内档嗰边咧找寻高手都快噶。咁中间仲有澳洲皇室啦，黐住内栏咧就麦斯海策呢几匹就快啲嘅。然之后三倍时光都唔慢，咁外档埋紧嚟仲多只黄衫啊潘比利啊过埋只澳洲皇室添。咁跟住嘅马啦喺内档嗰边咧先见到咧仲有威廉大王啦。咁中间咧蓝衫啊雨中威廉啊，后啲位置咧就利真王嚟嘅。埋栏嗰边红衫王母咧就冠军勇士，咁然之后咧就海夫大夫大王。就暫時走緊三碟嘅，一路咧喺外碟嚟嘅。咁再後啲嘅馬啦，先見到內檔嗰邊咧，仲有時光之花啦。然之後咧，就再度遇見啊，比利魔法呢啲就已經比較後啲啦。咁啊，暫時最後嗰匹咧，就見到係冠軍誒呢個海米英雄嚟嘅。咁咧一路向住就直路進發嘅時候啦，前邊咧就潘比利帶出頭嘅，咁守住第一位帶唔到頭啊，冬季之約仆住第二嘅啫。澳洲皇室就二碟第三位，咁喺內檔嗰邊咧，仲有隻找尋高手啊，上翻啲嘅。然之後三倍時光內檔嗰邊就麥斯海策啦，呢個大夫大王。哇！上咗嚟第七位噶啦，跟住佢上咧，仲有比利魔法啊，走埋內檔嗰邊咧就威廉大王啦，同埋咧就冠軍勇士嘅馬群中間咧仲有時光之花，咁再後啲位置咧就利真王，亦都喺馬群裏邊揾緊位啊，走出外檔嘅雨中威廉啦，咁啊後邊咧仲有咧先見到再度遇見嘅，入到就400米範圍嘅時候啦，前邊帶緊頭咧就暫時冬季之約啦，同埋澳洲皇室就鬥緊，咁內檔嗰邊就找尋高手上緊嘅，外檔上緊嚟咧蘇永龍又嚟咯，大夫大王啊，跟住佢上嚟抹咗三倍時光嘅，之後百零米嘅時候前面咧澳洲。皇室走紧大夫大王啊，呢队突出咗啲嘅，中间就冬季之约，前边咧就澳洲皇室斗大夫大王，一二名就好接近啦。佢最低名咧睇嚟澳洲皇室到先啊，大夫大王第二、第三名上埋嚟咧雨中威廉。咁啊，结果坚尼跑四五名个队咧就都系高啲啊，都系高啲啊。唉，不過嗰只李真唯有到直路左閃，即係揾位左引右揾，而家有冇第四咧？都好似都好問啊，都好問啊。喂，你哋玩曬喎，霍禮賢，唔係你唔係都話啦，非此即彼啦，又係唔係你贏就我贏？李真王有第四，唉，都咁都算佢好彩嘅，真係揾位揾咗兩三下，揾咗好耐。好啦，哇，今日真係霍禮賢同蘇明倫，就係你一拳我一錘，佢唔去自己攔截人哋三場，係啦。好啦，呢件彩衣就輸咗藍心隊長。咁唔緊要啊，兩條標咯喎，係嘛？高獎金賽事啊，贏翻添啊！哦，如果計向錢看嘅就呢場俾你啦。